on support of CPAC, and then we are very honored to be the title sponsor. ...2010年毕业的，当时我们是11个 session， 然后那么一说就开始综艺问家，怎么知道这个 program？ 就是因为我原先是在 CPEC 一直做那个做志愿者，给他们对做志愿者，然后通过这个志愿者呢，就得到了信息关于这个 program， 所以后来就介入就参加了他们这个 program。这个课程就多长时间？这个方面是我们那一期是11周，就等于算是有11个周末，星期六啊。11天，他是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 ，OK， 全天的。那里面大概教你什么？他就讲了一些最，就是说从初级一直到高级，比如说初级你就是如何了解自己，如何了解这种文化的差异啊，加拿大和中美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，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就是说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如何来了解别人，如何来管理，像就是组织会议啊，然后这个分配任务啊，然后有一些比较说的产生了一些冲突以后如何来进行管理，这些是基本资料基本知识吧，这些就是最基本的skill， 然后在这基础上呢，就是说，就是 emotion 呢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来控制自己，作为一个管理者，那么在面对一些大的challenge的时候，大的一些挑战的时候，如何来面对这些自己的这种情况来处理，然后呢，就是要更高的，就是说要对自己的这个 organization 就是 set up， 就是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呀，然后把人给有效的团结到一起。这个课程对你个人的或者事业有什么帮助吧？这个我认为它就是我刚才我讲的呢，就是说你要真的就是说深入进去以后，你会发现它不单单对我们的生活有用，对我们的工作有用，事实上对生活也非常有用。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面，那么你的孩子啊，他有时候也可能就是说做得好一些，做得不好，那么作为一个家长，你如何来应对孩子的这些问题？然后一个家庭嘛，就是一个社会的小团体，你作为一家之主也好，那么你如何来领导这一个？那么同样的事情就是说，你能否管理好你自己家庭？相应来说，你自己的单位呢，对于所在的公司啊什么呢，也基本上就是。上完这个课程，你觉得变成 leader， 变成 leader 了？我认为不单单是一个 leader 的问题，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更好地确定自己的长远目标，然后在自己的为人处事啊、待人接物方面能够更好地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把自己做得更好一些吧。我这个 leader 嘛，就是说从一个概念上，领导嘛并不单单就是说好像是领导别人，事实上领导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那么如何在平凡中做出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好。你上完这个课觉得为上其他人推荐吗？是我们第二期的时候，事实上我都送了就是2个我的就是雇员到这边来了，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他从各个方面可以折射出有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，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尤其是我们是搞工程的，那么从中国做工到这边来，它存在一种文化的差异，如何你能够很好的了解当地的这种文化背景，然后更好的这个工业市场这个工作环境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来更好的提高你自己。这个课程嘛，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，可以互相交流啊，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说自我学习，自我发现自己。每个课程大概有多少人参加？我们第一期他招收的非常，他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制的。第一期是18个，第二期好像也是18个。他限制的名额，他不是说是，他都是通过这个几百人啊，几百人中筛选出来的，这么就是说。为什么选上你？很有潜能的那些，这当然是通过一个面试和就是这种筛选的过程。至于说如何选上的，肯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这种标准。你觉得这个对你非常有用？觉得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的。对这个，就我刚才说的，就是第一，对于说可以强化我们对于这种作为一个领导，尤其是在加拿大在当地做领导的这些最基本的一种素质素养。第二个，对于个人来说的话，就可以更好的能够理解中加之间的这种文化差异啊，这种工作环境的这种差异，然后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说，你这种不单单是对你工作有利，对于自己家庭，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家，如何能够面对这种一系列社会问题，也是挺好用的。